到目前为止，包括港、澳、台在内的全国各地都有了自发性的群众练功组织，并传遍欧美、澳、亚四大洲，全世界约有1亿人在学法轮大法。 我今年21岁，然后目前就读宜兰大学3年级。然后我会得法是因为高中的时候生病，然后那时候看医生都没有好，还有去拜拜，然后也都是很久都没有好，所以我母亲就推荐我看转法轮。然后我看完之后，就当下就觉得，就那种很难以言喻的那种很震惊的感觉。然后我就停止吃了一切的药物，然后就真。 真正的成为一个大法修炼者，然后修炼后的转变是，整个人就是已经完全超脱了以前的状态，就是生病啊、皮肤过敏那些通通都消失，而且整个人脾气也变得比较平和，然后不会与人去争斗那样子。More honest, more compassionate towards people, more tolerant of people, more patient. Thank you, Shifu. You've shown me my purpose in life, and you've given me the ability to fulfill that purpose, to walk that path towards that purpose. And that's the greatest gift I think anyone can have, to know their purpose in life and the way to reach that and achieve that. So I thank you so much. 谢谢, Shifu. Мастер учит, наоборот, 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думать о другом и заботиться о другом, потому что таково свойство Вселенной. И я научилась думать о других. 我妈妈在2002年的时候，她开始练法轮功，然后我就随着学法轮大法。得法之前，我对中国文化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因为法轮功是从中国来的，我自己觉得法轮功是中国给世界的最珍贵的、最宝贵的东西，所以，我就想读转法轮的原本，得法后我就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所以我就开始学中文。 我是通过学转法轮学中文，5年以来我就可以完全读转法轮的原本。谢谢师父传给我这个法，我真的觉得这法是我一生等待的东西。师父 ，Zhen-Shan-Ren Kuai-le， 愿 Zhen-Shan 得度。 祝师父生日快乐，然后我会好好做好3件事。谢谢师父，师父生日快乐。我想对师父说，谢谢您把法传给我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